7月2日晚，林心如通过微博晒自拍，并称可以轻松一下了。照片中，林心如一头短发，清爽精神，身穿黑白条纹短袖，对镜自拍，一脸灿烂甜美的笑容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，皮肤光滑细嫩，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清纯漂亮，仍似少女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今天的女神超级好看，好好放松，期待你新的作品，好好享受一下今天美美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